中间，谢谢。那讲上厮杀哦。我都说今天晚上是先礼后兵啦。好，我们先看中间。好，三二一，当。各出奇招。好，我们正常，不要偶像团体了。好，哦，这偶像团体没办法。我们金马非常 free 的 freestyle 就是这种的啦。好，好，三位要在这边先厮杀一下吗？好，左边。来，三位加油。看中间，好，我觉得非常的激动哎，然后觉得自己在这个产业还有很多需要再努力跟加强的地方啊，可是能够让自己名字跟其他这么厉害的演员们一起摆在一起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开心。嗯，恭喜，而且这次其实你还有月老这部片啊，我觉得两个一起，我觉得一个压抑然后一个奔放啊，真的是看得我目不暇及哦。谢谢。对，恭喜你的入围。谢谢。然后静雯妹，谢谢。她本人更年轻了哦。谢谢谢谢。讲一讲这次这个角色其实还蛮困难的哦。对，就是在诠释上得奖的心情跟感想。其实真的，谢谢你说得奖了，但是还没有。哦，对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入围真的就算是得奖了。其实对我来说，能够跟钟孟导演合作，然后可以跟小戏有那么棒的回忆的经验，因为那个对手戏的过程其实让我很难忘。然后能够跟这么多这么优秀的演员一起，我觉得是很开心。然后在整个角色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很谢谢钟导给了我很大的空间，让我可以跟小静两个人母女厮杀的很过瘾。谢谢。明天还要再来厮杀一次啊！谢谢，谢谢。